大奖，中大奖，好奖在里面。一声声大奖头奖喊的民众心痒痒，台彩春节加码，除夕夜大乐透头奖上看1.2亿，威力彩连杠四期头奖2.9亿，彩券行预估买气再冲2到3成。小朋友的生日或是家或是长辈的生日，觉得比较容易中。嗯，带我们家运气最好的小朋友来买啊，我希望说透过他的手可以获得一个不错的运气。有买有机会，民众趁着年节试试手气，也让彩券行生意强强棍，满满人潮，双眼紧盯墙上数字，盼财神爷给些灵感。过年大家都喜欢买吉祥的数字，像2啦、6啦、8啦，啊，这个连结在一起，这个叫热门号码，啊，这一次要开冷门号码，那上面号码跟下面号码都不集中，而是小号的大号，所以中的人才会这么少。拼留下头奖，彩券行老板透露，台彩高 CP 值买法，大乐透一共49个号码，可以选7个号码包牌，成本350元，只要6+1个奖号中3个号码，最低4注普奖1600元就到手，报酬率高达357%。另外，台彩统计，过去勇夺超过10亿富翁，有37.5%的幸运儿是在下午3点到5点买彩券，1亿元以内头奖则有35.7%是集中在傍晚的5点到7点，抢机时博好运，民众磨刀霍霍，盼趁着过年喜气换来财神爷看顾。环宇新闻江显东、林依林台北报道。